这个抹茶蛋糕呢，是我昨天从迪士尼回来的时候，经过一家面包店买的，想说买一个当早餐好了。然后很夸张的是啊，他竟然用这个塑胶袋装，他就直接这样把蛋糕放进去，真的是超级扯的香港哎、欸。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好不好吃，先来吃吃看咯。就普普通通的抹茶蛋糕咯，表现普通普通。大家早，今天呢是在香港的第四天了，就是最后一天啦。看我的饭店外面就是海景哟，超棒的吧。今天天气蛮好的，我还在想，我早上一直在想说我要先去吃哪一家。我现在已经收好行李要准备出门了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决定待会先去吃早餐，在附近有一家经济冰室，听说很好吃，想说去吃吃看它的早餐，那就准备出发咯。这是它的 menu， 超酷的吧？钉在这个乒乓球拍上面。这个叫牛肉意粉，还点了一杯奶茶。牛油西多士配煎蛋。我要来切吐司啦。我点了一个抹茶起司蛋糕，这是这边很有名的餐点哦。我看到每桌几乎都会点一块。这个是小山园戚风蛋糕，这是抹茶豆奶。在咖啡机里面剪影片到现在，我现在要前往下一家店咯。棒棒啊，你要好好吃哦。
要前往机场。先去市区预办登机。我已经挂好行李啦，现在要搭机场快线去机场喽。太想吃干炒牛河了，所以跑来了机场的和鸿记，超级大份，而且超级油耶。我已经吃饱，要准备登机，一定要来逛一下哟。